是吗？为什么换个大象呀？你是不知道自己换馒头了吗？没有啥理由，这个，我觉得那好看啊。哦，很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看，还有人把那个馒头做了。是，有三个角色。挺好玩的。他是怎么在画完了之后？他是在你的原图上画的。那三个小人你都认识？他用什么画？用电脑画的吗？用那个数位板。数位板。有三个你什么板？数位板，就是画画的一个。啊，就那个板连在电脑上。对对对。有三个你认出来了，能啊，那能认出来。啊，我应该考虑，我也自己画着玩。你画什么？估计我这水平没行吗？能，没问题。你画一个横插旗，画个神龙就画成那个样。可帅！没有画什么我都能夸的。画手。没事。